你说，你有好，了有了来了，你我找好，着找，这是什么？越爱越难这过。个感觉是认真唱的歌哎，因为好哎，好有人哎，在跟我尬歌，我知道唱歌。各天个，哪，小 AD 也拉进来的啦，我看西门小认 AD，真了。这个是一首认真的歌哎。你确定他会认真？哎、欸，爸爸爸爸，加时，秒掉。哦，秒掉了。喂，师傅，我们等下要吃东西。嗯，好，要来喽，好，要来喽，来吧，好，可以放音乐吗？可以，可，好，来我们吧，数到三，我们一起按。我们一起按。不是吗？那你那边按就可以了吧？这边一定不同步的啊。我们可以同步啊。等一下，我听不太懂啊。好，数到三一起按，是不是？好哦，你数好了。一、二、三，说你为什么，为什么要走？说你为何要分手？别拖，求你别软弱，求你说出口分手的理由，但你却拖到什么时候？如果要走，却又为何停留？请你别拖，大声地说出口，请你要痛就痛，给我个快活。如果说你要走，我不会留，我不去管以后，然后我们说清楚。一句话就做。如果说你要走，我不会留，我不去管以后多么痛，多么的难过，别越爱越难过。啊，音乐又说你为什么，为什么要走？说你为何要分手？别拖，求你别软弱，求你说出口分手的理由，但你却拖到什么时候？如果要走，却又为何停留？请你别拖，大声地说出口，请你要痛就痛，给我个快活。如果说你要走，我不会留，我不去管以后，然后我们说清楚，一句话就够。如果说你要走，我不会留，我不去管以后多么痛，多么的难过，你越爱越难过。然后就话都不说，委屈沉默，又都没做错，为了什么？然后跟别人说你其实还是爱我，
就算了吧，坏人我来做。如果说你要走，我不会留，我不去管以后，然后我们说清楚，一句话就够。如果说你要走，我不会留，我不去管以后，然后我多么的难过，别越爱越难过。耶！哎，我认真的说一句，还可以，还我要说公道话，这是跟我唯一一次他们之前丢那个，我只有听对唱的那个屋顶吗？他，你有，我要讲我奇怪，你有认真练歌哎、欸、哎、欸、没有？你这句话是认真的吗？不是。我是认真的，好，因为我听得出他前面非常认真在唱。对，哎，记得记得。我懂你想表达什么？有，救命！救我！救我！啊！我不是专业的。我们练习室所有选手都排名，他们在说这到底是什么歌？旁边两个队友，这个。你哎，冰峰，你一定没有跟他们讲说要买女妖面纱。哎、欸，你知道吗？西门刚才唱歌，我们会炸两次 S， 然后就他挂掉了。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。他挂掉了。哎、欸，我讲认真的、啊，他一唱我们就 S 两次了。是被 S 还是 S 人家 ？S 对面两次哦。你不要跟我讲话，我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还活着，你还活着，我救你，我救。你要哪里挂掉了？现在换爷了吗？欸、怎么讲啊？怎么讲都怪怪的。啊！没有，我觉得西门怒怪、欸。没有，我觉得刚刚真的就是看得出来，就是真的看得出来为什么大家都要 ban AHQ 的死歌，真的伤害太高了。啊！哎、欸，我，啊妈妈！我们大楼警卫刚刚已经冲上来了。对啊，最好是。